按春史中间呢，它有个管，叫管脉。管脉呢为阴阳之中啊，管呢是阴阳之气的上下的一个中间地带。春为阳，在于上边；史为阴，在于下边。那么阴阳之间有个管，管在阴阳之中啊，拿这个管呢、啊、来分这个阳在上边，阴在底下，它是一个界限啊，作为一个界限。那么阳至管而下叫于阴，阴至管而上叫于阳。这个阴阳之气呀、啊，上边的寸脉的阳啊，隔管上而通过管而下叫于阴，下焦之阴呢通过管而上叫于阳。这个样子阴阳互相交合，阴阳上下往来相通，这个是好的，这个是正常的啊，这是哎呀正常之下。这是一层意识，第一层意识啊，阴阳是上下往来的，阴阳是相交的啊，通过管上啊，阴脉隔管啊，道于寸，道于阳，阳脉通过管道于尺啊，下交于阴，阴阳上下往来啊，阴阳互相交通，这是正常的，这是生理上正常的，没有病的。那么它就不正常呢，现在我们就说的这个，它这个文说的是不正常的，反常的了，是寸脉不能下至于管，寸脉啊不能够下至于管了，这个就叫阳绝啊，寸为阳啊，寸脉不能下至于管，不阳气不就绝了吗，就是阳绝于上了，阳气呀、啊、绝了，绝是而不续也，阳气虚了不能够续了，不能够下焦于阴了，它绝于上了。尺脉不能上至于管，尺为阴呢、啊、是阴气绝于下了啊。那么寸和尺是代表着阴阳，寸脉不能下至管，尺脉不能上至寸，这说明了寸管的阴阳之气啊绝了，不相续了，所以它才不能够互相来往，不能够互相交通，不能够上下结合了。这个样子反映了阴身的阴阳之气乖离，上下脱绝了。啊，这个阴平阳密，精神乃至啊，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呀、啊。所以它既然是阴阳不能相续了，上下不能够结合了，所以这个脉呀、啊、为不治之脉，所以叫绝死无疑，绝境死的要死，啊，加肯定的口吻啊，绝死啊，绝境是死了。那么死在什么时候呢？啊、嗯，阴阳啊，阴阳绝了，阴阳离绝了，这种脉，既然是诸死，绝死，而死在什么时候呢？阳绝死于春夏，阴绝死于秋冬，啊，阳绝了是死于春夏，阴绝了就是死于秋冬。那么阳气绝了，到春夏是阳气盛的时候，它已经不能够盛了啊，所以它到那个时候就死了。那么阴气绝了，到了秋冬的时候，应当主阴令的时候，它不能主阴令了，所以它也死了，这么个意思。所以底下说是啊，湿结不治，绝死也。
越记起余命时生，他当时还没死呢，虽然是脉是一个死脉了，人还没死呢。你要算计他的余剩下的这个啊生命的时生啊，之期，这个期当个期限讲，他的期限还活多长了，什么时候死啊，啊这个期限，期一月解可知也，这个期字啊当个约定讲啊，约定，这个期字当个约定啊，上面这个企业，上面这个企业当个期限讲啊，有个期限，下边这个期呢啊约定，啊给他约定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啊，就是啊以月的节令啊，月节可之也，啊，就是说是阳始于春夏，阴始于秋冬，因为它阴阳之气不能相续了，到那个时候才能够相续，能够行令，它就死不了了，它到那时候不能够行令了，完了它就死了啊，所以阳绝始于春夏，阴绝始于秋冬，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道理。因此呢，我们在临床诊脉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这个寸尺啊，寸尺啊，寸管尺啊，啊为什么有寸尺有管呢，啊，寸管尺啊，这个三步啊，那么寸尺指脉它是上下相连的啊，上下交通的，入我寸脉下不治管，何止尺脉上不治管，这个脉叫什么脉啊同志们，呵呵，这脉就短了，这脉不短了吗，嗯，寸脉就在是寸上那种跳，往下边一点都不到管了，嗯，这气呀，啊，不续了，阴阳之气不能够互相连续了，说管是阴阳之中啊，他通过管他才是能够阳连于阴，阴连于阳啊，他连管都不到了，他怎么能够和下边的阴和上边的阳能够互相通呢，所以为阳绝为阴绝，阴阳都绝了，所以这是一个不治之症，是绝死也。这是这个。下边再讲一段。四月，脉病人不病，明月行尸，已无妄气，除宣扑不是阴者，短命在死。人病脉不病，明月内虚，已无骨气，虽困无害。这个是变形尸啊，变这个脉病阴不病，脉也已经是出现了病了，危险了，人还不病，这叫形尸，又叫肘肉，形尸肘肉啊。这个人没有生气了，他还活动啊，所以搁那个明白人那医学的啊那个一看呢，这个人那是个尸体在那个行走啊，是一块肉在那个活动啊，已经人命都没有了啊，而且行尸走肉，所以阴病啊脉病阴不病叫行尸，阴病脉不病，阴虽然是有病了，脉它没有病，名曰内虚，这是叫内虚，那么来显示啊这个脉的重要性
啊，麦子重要性啊。麦呀、啊，是人的根本，麦是人的根本。麦为什么是人的根本呢？这个我想就不要多讲了，因为这个脉搏，冲口的脉搏，它反映脏腑的之气，云为气血呀，五脏六腑之气皆会于，皆操于肺呀，肺操百脉呀，啊，所以这个脉呢，关系五脏六腑的根本的问题，说脉为阴之本呐。那么脉病，脉呀、啊、已经发生了病了，这个病呢是指诊脏脉，不是一般的脉。脉已经出现了诊脏之脉了，也就是说是没有胃气的脉了。而人不病，他这个人啊还没觉得怎么样呢，这个情况是很多的，他有了病了，但是他个人感觉着没有病，这个无主未怪啊，无主未怪。嗯，有那很多了，他长了癌瘤了啊，已经长了个儿都长了啊，这比鸡蛋都大了，他挺好的啊，一点病都没有见，等着上医院什么断层啊，什么透视发现了多大个儿，他知道以后了这些病了。所以这个脉病人不病啊，这个情况啊，这是常有的啊。所以他脉出现了诊脏脉，没有胃气了，人虽然是还不病，那么作为医生的理论来讲，五脏的根本已经绝了，脉病，脉是一个诊脏脉见，没有胃气的脉啊出现了，说当有突然之变，突然间呢、啊、看着这也没有病啊，突然间马上就来了病了，马上就可以死亡，这突然之变而颇生不测啊、嗯，那所以我们在临床啊常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人呢挺好的，早晨起来喝了吃了两碗饭呢，你看看这下午不到一个钟头这人就完了，那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啊。这是一个，那就是脉病人不病，指的是诊脏脉已经是出现了，虽然是这个人他还没觉出病，但是根本内觉，五脏之气已经是啊受了伤了啊，所以才有突然之变而发生不测，所以叫行尸，所以叫走肉啊，行尸走肉啊。如果人病脉不病，人虽然是有病了，何止说是什么很瘦的啊，这个很疲败的啊，出现了一种种的病痈啊病态，但是他的脉呀是有胃气的，脉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为根本未伤，五脏的根本呢还没受伤，所以形体虽然是妄累啊，虽然是很这个瘦啊啊瘦弱的，那只是一个内虚呀、啊，只是一个气血之虚而已呀、啊，和这个性命啊距离还是很远的，啊，对于性命是无关的，所以这个是无主未道，是虽困无苦啊，啊。所以这一条啊，突出了两个重点。一个是脉病人不病，叫做行尸，它出现了脏诊之脉了。
一个呢人病里看着很重啊，甚至说瘦得很厉害，但是他脉不病，脉还是有胃气的，即使身体很虚很药，看的样子很重，他只是啊由于饮食不及啊影响的啊，这个无主啊无主未害啊，慢慢的就可以好了，虽困无苦啊，虽然是看的很严重，但是没有什么啊很了不起的问题发生啊。那么这就是提示我们当医生的呀，要抓住根本，不要抓住表象啊。常有啊，这个当医生给你看病啊，人家病人呢问这个医生的口供，大夫你看我们这病怎么样，重不重，能治不能治，常涉及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就看医生的医学啦水平啦啊，一看那呀是挺受药的啊，这个脸上啊看着样子模样也不太好看啊，很皮带的，但是一摸他的脉呀啊有胃气啊，脉还比较好，五脏子气未绝，这叫银病脉不病，就告诉他没有关系，治一治就好了，你放心吧，我能给你治。果不然调理了，逐渐就好了。为什么呢？人病脉不病啊，脉是根本呐、啊。那五脏六腑那个气没败呀、啊，有根本呐、啊。嗯，这不这么个道理吗？如果这个人他人不病啊，还挺好，能吃能喝啊，也能够啊挺好的，还工作呢。但是他脉出现了阵仗之脉，没有胃气了。五脏子气已经绝了，根本已绝了，脉是代表人的根本的，这个叫行尸走肉，你看着好啊，它必有突然之变啊，也许一个跟头栽到那儿就起不来了，就完了，这就叫医生的水平吗？啊，所以当医生的能辨生死绝生死啊啊。我们看一些个以化以纳实际啊，能够绝食生啊，当医生有绝食生啊啊，果太子死绝了啊，那秦越人一看这子没死啊，假死啊，一摸那个大腿根的侧面里面还热乎乎的呢啊，他才有这个本事啊，他有这个水平啊，是不是啊？休息十分钟吧啊，有什么问题？好了，这个38条，这个银病脉不病，名曰内虚，宜物谷神。什么叫谷神呢？谷神就是谷气啊。那么人的这个啊，这个气血的来源，营卫的来源，都是在于饮食啊，在于补气，也就是啊，人吃了东西了，它才化成气血，化成营卫。那么人病脉不病呢，它虽然是虚了，虽然是身体累瘦了，这个呢只是啊由于饮食啊不及，吃的少啊，形体衰，是这么一个情况。只要是病好了以后啊，饮食正常了啊，这些个问题啊都可以解决的啊。所以呢啊，它不涉及到死的问题，它只是病的问题，而不是死的问题，和行尸那个不一样。行尸呢很可能啊还是肌肉很丰满啊，身体看着还是挺好的啊，没有什么病态的啊特点。
但是他死了。为什么死呢？他脉绝了，脉无胃气了，因以胃气为本呢。那么这就说从形象上来看啊，人病脉不病的，他可能很受药，可能带有病痈，但是他不死。那么脉病阴不病的，可能他的啊外表很好，看着还很健壮，但是他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脉绝了啊，他脉震荡指脉见了，他没有胃气了。所以啊，由此可见呢，这个脉的重要性啊，脉为根本呐。咱们在这个变脉法也讲到这个这个脉病啊，人不病，人病脉不病的这个问题，可以结合起来啊，加以体会。第三十九条，问曰：昔眼沉，明月华，何谓也？沉为纯阴，喜为正阳，阴阳和合，故令脉滑。贯持治平，阳明脉未沉，阴实治渴。少阴脉未滑，滑者仅止复明也。此谓阴实。其人必骨内汗出，阴下是也。那么这一条啊，论这个脉由这个阴阳之相合啊，脉呀、由这个阴阳的相合而成滑行。那么这个滑脉就是阴阳之气相合而产生的这个滑脉。但是呢，这个阴阳相合有阴有阳了，那么它有这个阴阳平和不平之分。要阴阳相平了，那就正常的。阴阳虽然是相合，它也有阴盛阳虚啊，阳盛阴虚啊，也有这样的一些个问题。这个喜眼沉，这个喜呀、是一个福盛，福而盛。脉来浮盛叫喜，这个眼呢当个虎字讲，虎眼睑就叫做眼，沉呢就是沉默。这个人的根本，人的这个生气之源，也可以说脉的生死之源，是在于阴阳啊。这个阴阳，一个是先天的阴阳，就叫少阴；一个是后天之阴阳，这是叫做阳明胃。所以少阴和阳明，一个是先天的阴阳，一个是后天的阴阳，是脉的一个生死之源呐、是脉的一个根本。那么阴和阳，不论它是先天的也好，后天的也好，凡是有阴有阳的，就应该两相和合啊，阴和阳啊，两者之间的和合，得互相平衡，互相依赖啊，互相存在，这个样子才是没有病啊。这是一个啊，一个精神了。第二呢，这个沉是属阴的，是属于少阴的。沉脉呀、都是属于少阴呐。这个喜为正阳，这个喜呀、就福大而盛。这个呢，
正阳，正阳就是阳明，阳明为正阳啊，就是为后天的阳明胃气啊，这个脉来浮盛是反映阳明的正阳之气。沉是反映少阴，而浮盛之脉呢属于正阳阳明。那么它这个脉啊，浮而盛，忽然间又沉，又见沉脉啊，有浮盛到沉，有沉又到浮盛，这反映了少阴和阳明这个阴阳之气啊是两相合合的，所以它这脉要浮啊，又浮盛而又沉，沉而又浮盛，浮盛而又沉，那么这个就是滑脉。这个滑脉啊，滑脉与主气体焉往来流离切换前啊，这个滑脉的形成，滑脉的波动特点就是有的这个浮盛而又沉，有沉而又浮盛，这样形成像珠子似的啊，一个一个的互相接替啊，华丽流转。所以它说明了少阴的阴和阳明的阳两相合合而形成了滑脉，是故令脉滑呀啊，沉为春阴，喜为正阳，阴阳合合，所以故令脉滑。所以滑脉反映了阳明的后天的和这个少阴的先天的阴阳的相合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啊它是脉是滑的。冠是主于阳明的，尺是主于少阴的，冠脉是主于阳明啊，尺脉是主于少阴啊。那么现在阳明的脉未沉，阳明本身就是阳，它微微的有点沉相，那么这个叫阳中有阴。那么阳中有阴了，阴阳相得，所以管治平也，它这管脉就是平和了。所以阳明之脉而有未沉之象，那叫做阳中有阴，阳中有阴，这管脉就平了，平是平和呀，就没有病了啊，平和了。少阴及尺脉微微有点滑，在阴中有阳，阴中有阳就是尺至平也，尺脉也平和了啊。所以啊，这个管尺至平就概括了阳明少阴呐、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合，所以它贯尺至平。所以贯尺至平，阴阳相合，这个时候在饮食止渴啊，它饮食就止渴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饮食就正常了。所以少阴脉未滑啊，少阴脉未滑，阴中有阳啊，是不是了？阳明脉未沉，阳明的脉是胃脉呀，冠脉呀，冠脉是阳脉呀，阳明是阳脉，微微见点沉，阳中有阴，所以这样的这个人呢、啊、就没有病了啊，饮食也止渴了，没有病了啊。少阴里头，少阴属阴，未滑啊，阳阴中有阳，阳明属阳，它脉未沉，阳中有阴，这个是阴阳合合，所以它没有病，饮食止渴啊，这么个意思。那么现在呢，再要讲一讲这个滑和紧脉啊，滑紧呐、啊，滑者紧至浮明也，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个滑脉和紧脉呀、啊，有个分别。
这个脉来急切而有力的，脉来急切有力，而无有阳和，没有这个缓和，阳和止气的，这个叫紧脉。紧脉来往有力，左右参阴手啊，紧脉来的是，哎呀，力量是很大，它缺乏一个阳和，啊，所以是个寒脉，是个阴脉啊，是个阴盛之脉，叫紧。啊，紧脉是急切而无阳和止气的，就是紧脉。这个滑脉呢，滑脉它也是扶盛，因为是喜胃正阳嘛，它脉也是来的比较扶盛有力啊。脉搏扶盛而有鼓动指向者，谓之滑啊。我们说这个喜呀， 喜眼沉明月滑啊，这个喜呢，喜为正阳啊，它有扶盛的样子，它脉呀，脉来扶盛，有这个特点，在扶盛之中呢，而又忽又沉，啊，脉在上又下去了，有下又上去了，来回这么滚动，像珠子似的。所以紧脉和滑脉之分别，两个脉的呀，啊，有一些个相似之处。紧脉呢，来而有力，啊，脉来急切而有力。滑脉呢，也是扶盛的，脉来而扶盛的。两个脉有相同之处。所以说是滑者紧止扶明也。那么这个滑脉啊，也可以说就是扶紧，紧止扶，它来而有力，脉扶盛有力，也有点像紧的啊，那个意思似的。但是它不是说是滑脉还有沉呢，啊，洗耳啊，洗眼沉嘛。啊，他忽然间又沉了，紧脉没有这个特点，紧脉没有啊，洗眼沉的特点。滑脉呢，在扶盛这一个方面，脉来扶盛，有点和紧脉相似，啊，脉也很盛的，啊，但是扶。所以这从这一点出发，是滑者紧止扶明也，嗯。但是紧脉没有洗眼沉呐，它挂是紧呐，像绳子似的又粗，啊又有劲儿。滑脉在扶盛这一点上来讲，有点像紧脉，所以它是紧止扶明。它还有洗眼沉呐，它有扶盛以外，它又忽然间变沉了，又沉下来了，沉下来又上去了，又变成啊扶盛了。这就和紧脉又是不同了，啊，所以他就说是滑者紧止扶明也，在扶的这一方面，滑脉具有紧脉的那个扶盛而有力的特点。嗯，那么这样一来。啊，那么少阴脉为滑，少阴是阴脉，而见有为滑，阴中有阳了，阴中有阳是滑者紧止扶明，入我这个滑的扶盛而有紧的意思，那么这个是滑而有力了，紧止扶明是滑而有力了。这个样子实为饮食，这个就是阴分里头有阳邪，这个食只是邪气说的，那么阴分之中邪气就食了，那么阴中少阴里头有这个阳热的食邪，它的胃病一个必骨内汗出，一个是阴下湿也，
骨内就是阴骨啊，这个大腿啊，一个外面啊，一个里面，外面呢那是阳面，阳经所循行之地，这个阴面叫阴骨，阴骨是阴经所行之地。那么阳家遇阴，那所以谓之汗呐、啊。那个阴骨那种事就出汗了。何止阴下而湿，男性的啊，这个阴囊啊潮湿，啊发黏发湿。总的来说，这一条的精神呐、啊。啊，有阴阳相合的花脉，啊，阴阳花脉有扶正而变沉，有沉而变扶正，有阳明和少阴，少阴和阳明互相合合，阴阳相合的花脉，也有啊，阴中的这个阳气啊太盛了，阴中的阳气太盛了，变成湿邪。变成阳液止邪，啊，阴中扶阴，啊，阳扶于阴中而成为湿邪，而出现骨内汗出和阴下湿的病变。这个我们在临床啊是很有体会了，啊，我昨天我在学生们啊研究生，我还叫他们看这个脉了，啊，我说一说啊，大家在临床体会体会。你比如说妇女之脉，妇女脉。脉沉，脉见沉了，一见沉，我们说是这是少阴脉，因为沉是水脉嘛，叫实脉嘛，春闲夏红秋毛冬实，啊，沉是肾脉，它现滑，滑是个阳脉，啊，大夫说中滑呀，滑是个阳脉呀，滑主阳热呀，那么这个沉滑就叫阴中浮有热，浮热。阴中伏热，阴里头还有热，那么我们就要问他，在问诊要问，一定要问。入我才有带下，白带黄带特别多，味儿挺大的。这个阴中常有，少阴里头常有湿热之邪，湿热之邪。那么我们必须得用什么黄柏啊、栀母啊、长竹啊、茯苓啊。宅泻呀、啊、化石啊，啊，什么苦参呐、啊，给他清阴分止热，他那病就好了。嗯，这个还很有准儿，他的这个有效率吧，十个就能对了七个，要十个都对十个，那也不见得。他沉滑有时候还见别个病啊，他不是就是一准是有带下。但是十个里头有六七个都是这个样子，脉一见沉了，沉是少阴，所以啊，我们讲这脉法呀，这是大路子，这是基本的规律，啊，下手一沉，沉是阴脉，见滑，滑是阳脉，阴中有阳，啊，小便黄短，什么前阴疾病啊，阴阳，尿道什么有刺激症啊，再不济有带下。往往都见沉滑之脉，这是一点。第二点，男性才见沉滑了，他脉见沉滑之脉。如果他腰疼、腿疼、腿沉、腿胀，你问问他小便，同志啊，你小便什么样啊？哎呀，小便呐、啊，色儿啊太重哦，太黄哦，啊，色儿特重。湿热，这是湿热止邪啊，而下陷于阴中，你就得用二妙长竹黄柏木瓜牛膝啊，清热利湿利小便茯苓宅泻，他才能够见好。你这种病你要当着风寒给他治了，越治越坏，越治越坏啊。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段这个解释这个注解，我认为就是陈无极注解的好。我看了很多些注，只有陈无极呀、啊、结合临床了。嗯，你看看，大家看一看啊，
看一看程无己的这个注解底下啊，饮食止渴以后，稍饮脉未滑者，当饮不见阳脉，在阳偏盛而饮不足也。以阳抽饮分，故曰饮食。阳抽饮呢、啊？不欲饮，少饮止步也。进阳也抽人，必循发津液，泄杂于外，骨内汗出而饮下是也。他印出来这个热邪加于少饮，谓之食。这一点比别个注解没有他这个见解了。他这个见解，我在临床上我体验出来了，这个是正确的，很正确的，啊。那么同志们就可以问了，那他为什么陈硕不也行吗？他脉见陈硕，那么陈硕可不可以说也有带下呀，也有什么下脚什么两条腿疼啊，可以不也是一样吗？为什么你举陈华来说呢？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陈硕就不行，陈硕这个例子就不合适了，因为华脉主于痰的，华脉未养，元气衰，痰生百病时生战，上为吐逆，下虚血，女脉调时定有痰。这个痰主于这个华脉啊，是主于痰湿，痰湿之脉啊，华主痰湿，华不主痰吗？痰在哪儿来的呢？痰有个屎啊，没有屎它哪来的痰呢？所以他在下边带下也好，两条腿酸重疼痛也好，他有湿邪，痰可以反映湿邪。所以有一些个同学们呢、啊，也许同志们看我开那方子，他们都觉着不可理解。哟，人家都那么疼了，你还用一两生石膏、三十个生石膏，还有黄白之母，你药太也凉了。人家疼这东西就是寒呢，你怎么竟用些寒凉之品呢？后边看看我那方还都有效，吃了还真就管用了。哦，这才明白，它是热邪，风寒湿，还有热，风寒湿热，啊，热痹。嗯，大家在临床注意，这是我是临床的经验啊，要结合点临床啊，谈谈个人的体会啊。所以这个滑脉啊，见于少阴的萎滑，萎滑是好的，要滑而紧，滑而实，那个就是实邪了，那就不是萎邪了，不是阴阳相合的问题了啊，那是阳气有余了，阴中离热邪有余了，所以此谓饮食嘛。啊，就是说这滑者禁止复明，它滑而紧，滑盛而有力了，不是萎滑了。啊，这前后做对比呀、啊，上一脉萎滑，萎滑这是好啊。如果滑者禁止复明，滑的复盛而有力了，甚至说接近于紧了。那个此谓阴实，那就是阴里头阳热太实了，不是萎滑了，那是滑而有力了，所以它才发生骨内汗出饮下湿也。啊，我们现在在临床化是女子在下，男子腿疼，下肢肿，都是这一类病，也包括阴囊潮湿。阴囊潮湿你怎么治啊？哎呀，阴囊潮湿我遇见过临床啊。这个人，我那个时候我还在一个哪儿那个东南门东南堂，我在那坐堂呢，一个人一天得换50-40裤衩，他得像水似的往下那么渗呢，你不换湿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换干的，他多买好几个裤衩，他天天在那准备着。嗯，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我用苍术、黄柏、苦参，用刺猬皮炒毁，刺猬皮，刺猬是阴兽，
就往那个墓道里头大洞里，那是阴寿，他领药玉的阴子，几副药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在临床什么病都有。啊，你体会这个中医的这个啊，这个理论呐、啊，辨证论治的这个理论呐、啊，阴中伏热，阴里头伏热，病里头包着火，那么个问题，啊。要不就这个很不好讲，这个古代的这个经典著作呀，有的地方就把你崴住了，一个字两个字你不好讲，上下穿不过来，你怎么讲啊这个事儿？说少阴脉未滑，这是好的，滑者禁止复明也，他滑的浮生太厉害了，紧了，这此谓饮食，这不就是不是阴阳相合的正常的现象，这是阴里头这阳邪太实了，所以太实了他骨内汗出而引下湿邪，你看看这个文气儿，他不就到底了吗，他不就清除了吗，一点不困难了，是不是了，还有啊，还有再讲一讲。那么现在这个问南汤症，我在临床常用问南汤，这个问南汤大家都不知道，这问南汤怎么能够因睡不好觉头晕啊，失眠心烦口苦恶心啊，头吐呕现烦颈悸半令居巢止住讲，他这个就是火就是热呀，它痰就是阴呐、啊，也是一个啊阴阳相杂的这么一个病，阴阳相杂。如果他这种心烦、睡不好觉、多梦，你就认为是有火，你给用黄芩、黄连，你怎么治？他这个火是不服的，他到晚上还是睡不好觉。你必须生甲生半夏主如陈皮生姜，你给他一去痰，他就睡着觉了。你看这事怪不怪？啊，因为火是属阳的，痰湿这个东西啊，它就带有一定的阴邪了。啊，所以你不把那个痰给他去掉了，他那个火是不会下去的。啊。所以两者有依附啊，互相依附为病啊，你依赖我，我也依赖你，发生了疾病，你单去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啊，你得找出病的根底。就这一条啊，洗眼沉的这一条很不好理解啊。下边这一条，问曰：称为人所难，筋脉从何而来？四月甲令亡汗，药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也。甲令渴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甲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这一条啊，主要是论这个筋脉主寒，筋脉主寒呐、啊，以至于筋脉的产生的条件，啊，为什么产生筋脉了呢？它也得有条件，啊，一个正面上是痰湿筋脉主寒，另一方面呢是产生筋脉的这个病理条件，啊，主要是讲这么两个内容。这个筋脉之来。产生筋脉啊，有这么三个原因吧。这三个原因总的来说都是和寒邪分不开的，这叫筋主寒。筋脉有三个主，筋主寒、筋主痛、筋主寒、筋主痛、筋主湿啊。筋脉三点啊，筋主寒，筋主痛，筋主湿。
金主寒，金主痛，金主湿，这是第一个讲金主寒，寒是个根本啊，因为有寒了它才疼痛啊，有寒它才疼痛啊，所以啊先讲这个金主寒。下边这些举例了都是假设的假令啊，假设指示。一个呢是假令王汉，这个王啊当个王十甲，当个九十甲，由于这个汉初太多了，汉初的太多叫王汉，汉九十了，那么汉呢，汉里头有阳气，汉里头啊有阳气，那么汉出太多，阳气呢，阳气受伤啊，那么阳气一个受伤了啊，它阴气就盛了，它可以出生寒象。月兔何止说是呕吐，呕吐伤了胃阳之气啊，就是啊肺呀、啊、胃呀、啊、发汗伤了这个啊肺，呕吐伤了胃啊，使这个肺胃里寒，所以出现了紧脉啊，汪寒药吐以肺里寒，故令脉紧也，这是一个方面造成的。假令咳者，咳嗽咳逆，假令咳者，他咳嗽，他的病有咳嗽，他咳嗽什么来，怎么来的呢？浊饮冷水，这个浊呀当个饮字讲啊，这个浊就当个饮字讲，就是因为他喝凉水，这个骨质啊啊，这个当个引着讲，不是坐着讲，不是坐着喝凉水，坐着喝凉水没有什么意思了啊。这个古啊古汉文里头啊，这个坐着当引着讲的还是很多的啊，还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啊得有训诂学嘛啊，这个学古汉语得有训诂啊。这个杜牧不有首诗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奈枫林晚啊，坐奈停车坐奈，我停下车了不走了，我就因为奈他的那个枫林晚啊，霜叶盛啊盛入二月花嘛，所以这个都当引着讲啊，不能当坐着讲，当坐着讲就错了。就因为喝凉水，心寒阴冷再伤肺呀，喝了凉水，水寒止邪，伤了肺了，所以他咳嗽说凯逆啊，水寒上涩啊，肺胃有寒，所以故令脉紧也。一个是物质啊，王汉药吐啊，这是治疗上的问题，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这是由于喝水饮食不节的问题。假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啊，下利由于胃中虚冷也可以出现脉紧啊，也可以出现脉紧。那么这就是说啊，这个脉紧呢、啊、都和寒分不开的啊，王汗呐、啊、吐啊、咳嗽啊、饮冷水呀、啊、假冷下利啊、胃中虚冷啊，都是搁这个寒，一个是寒，
一个呢阳气虚，阳气虚是正气虚，寒是阴气盛，寒邪盛，因此出现了脉紧啊。脉紧从何而来呢？所以呢就有这么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归总起来来说都是由于寒，因为寒在脉紧呐。啊，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学这个啊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它紧脉的所生的原因，紧脉所生的原因呢、啊、那么我们临床的辩证的时候了、啊、我们就有了依据了啊，有了依据了。那么啊这个亡汗月吐啊，这是肺里寒，故令脉紧。肺寒，五脏子寒，肺寒可以出现脉紧呐、啊。那么，啊，甲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啊，胃虚胃寒，可以脉紧。肺寒可以脉紧，胃寒可以脉紧。啊，再一个。由于水饮止泻，寒水止泻所伤啊，坐饮冷水而咳嗽啊，开逆上气啊，也可以出现脉紧。肺寒、胃寒、水寒这三种寒邪都可以出现紧脉，也都是产生紧脉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在临床评脉辨证的时候啊，我们应当考虑这三个方面，这三条来路啊，来探索来辩证它的内脏的寒邪的啊所在之处，这还是啊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这是啊紧脉，上面讲滑脉，下边讲紧脉，这两条有没有一个联系啊？有没有一个互相渗透的这么一个意思啊？我说是有的啊，我说是有的。因为他在啊滑者金止复明也，他就点出来这个滑脉在复盛这一方面，滑而有力这一方面有接近于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为饮食啊，所以才下边紧致就说紧脉从何而来啊，这个呢还是有联系的啊。那么紧脉点在滑脉之中，所以把滑脉讲完了，然后再讲紧脉，再将紧脉的产生的原因，所以也是水到渠成之笔啊，也是很自然的啊。但是滑主热，而紧呢、啊、紧主寒，一个是热的脉的特点叫滑，阴中伏热，正确说一个呢是寒，一个是里寒，里寒指脉啊，肺寒、胃寒、寒水、水寒、散寒啊，所以这里头才有上下啊互相对比，一个是热，一个是寒，一个是滑，一个是紧，都有互相啊互相联系的。嗯，下边呢这几条啊，大半有八条吧啊，搁这冲口胃气盛名曰高。到这个痴环相搏明月沉啊，八九条啊，这个总而言之是论这个云胃的强月，云胃的强了，强就实了，太实了，云胃的月不足了，再就是论一个云胃平和，既不太强也不太弱，它是很平和的，
所以这八九条啊，主要是讲云卫的胜算以及他的平和这样的一些个问题。俺们啊，把它串结了啊，把它一块儿把它讲完了，把这个念一念。宋口为其盛，名曰高；勇气盛，名曰张；高张相搏，名曰刚；为其要，名曰节；勇气要，名曰悲；节悲相搏，名曰损；为其和，名曰缓；勇气和，名曰迟；迟缓相搏，名曰沉。冲口之慢啊，这个冲口之慢呀，是慢之大会；勇卫之气是会于冲口的。咱们不是讲了吗？漏水下百渴啊，一呼啊，一吸，呼吸为了一吸，一吸脉行六寸。因一天一夜13500洗啊，那么两可在身上走一圈啊，水下百可呢走50度啊，50个圈而会于冲，而会于肺，肺的冲口嘛，冲口成寸嘛。所以勇卫之气呢，它是会于冲口的。所以要了解冲勇卫的胜算，所以从这个冲口慢后，这勇卫是有余不足还是和平平和的啊，一个是有余的，一个是不足的，一个是和平的啊，这个是有根据的啊，也是应该的。因为勇卫止气嘛，后于冲口，所以冲口止慢以后勇卫止气的强要啊。这个高和张指日勇卫有余啊，勇卫啊有余了，气血太刚而强也。那气血刚强啊，所以高和张啊指日勇卫有余，气血刚强。那么别被指勇卫止气不足啊，勇卫不足了，就气血为之减损而少也啊，气血就亏损了，就减少了。这是第二个，一个是有余的，一个是不足的。冲口脉缓而迟，这个缓和迟指勇卫相合呀，它也不太过，既不太盛也不太衰，它是处于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是正常的了啊，正常的现象了。这个样子勇卫就抱团了，勇卫止气就不啊就不扶散了。